呀，你轮转天气风湿骨痛好辛苦啊。奶奶，我啱啱买咗一个最新科技嘅太空小灵晶，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噶，咁就唔怕风湿骨痛啦。哇，咁好噶，咁啊买多个分享下俾阿姨婆啦。太空小灵晶可以喺六创意健康店买到。电话2882-4848，网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好，今次同大家介绍嘅疗同我疗法疗剂咧，系叫做梅个泽芬油英文叫做 creosotum。咁其实佢系一种山毛榉树里边嘅提炼蒸馏出嚟嘅梅椒油嚟嘅啊，咁亦都我哋俗称叫做火水吓 kerosene 火水梅椒油。好啦。咁我哋呢个梅椒油嘅喺临床应用方面咧，我哋点样知道佢系适合咧？吓、啊，适合应用咧？咁最紧要记得咧，佢嗰啲呢个疗剂嘅特征吓。咁、呢个疗剂有几个特征咧？其中一个咧就系、有出血嘅倾向啦，同埋咧我哋嘅身体嘅组织破坏，身体嘅即系身体嘅 tissue 啊会破坏啦，系。有分泌咧，都系臭啦，同埋酸刺嘅分泌，呕吐，同埋又痕又热嘅吓，又灼热嘅痛，咁同埋咧一般性嘅身体咧系好虚弱嗱。呢个咧就系嗰个泽芬油呢个疗剂吓 ，creosotum 嘅特征嚟噶啦。好啦，咁应用方面咧，我哋喺消化嗰方面啦，呢个疗剂咧，泽芬油咧，通常咧系对付一啲我哋叫做交感性嘅呕吐啊。咩叫交感性嘅呕吐咧？即系话佢唔系直接系嗰个消化道嘅问题啦，系有其他嘅问题，譬如喺因为肺结核啦，因为可能肝或者子宫癌啦，或者可能嘅慢性嘅肾病啦，咁同埋嗰个妊娠嘅呕吐吓，咁呢个咧属于我哋叫做交感性嘅呕吐，咁亦都可以帮助咧，因为嗰个胃癌出现嘅痛同埋呕吓个呕吐嘅，咁通常呕出嚟嘅物质咧，通常比较系酸啦。是辛辣啦，同埋有包括嗰啲未消化嘅食物啦，或者咧係有一种甜甜嘅呕吐物咁样嘅。
咁嗱，佢吐出嚟嘅嘢咧，因为好酸辣嘅咧，所以咧好多时候咧就令到嗰个牙齿嗰度咧都有一种酸嘅感觉嘅，吓、啊、比较辣到嘅感觉嘅。咁、那个口腔嗰啲黏膜啊，同埋唇咧都会受到嗰啲辣伤嗰种嘅情况。咁通常咧呕咧系食咗冻嘅食物咧就会严重啲啦，温暖咧就会比较好啲嘅。好啦，杂粪油咧都系一个处理婴儿霍乱嘅好有用嘅好有价值嘅疗剂。咁喺呢种情况咧，嗰啲呕吐咧系不停嘅呕吐啦，同埋嗰啲粪便咧系可以话咧系好似尸臭嘅，好臭嘅咁样。咁亦都系可以处理咧系胃同埋肠脏嘅毛病啦。咁因为你食咗嗰啲腌肉啊，火腌嘅肉咧，熏腌嘅肉同埋鱼咧，系导致嘅嗰个胃肠嘅毛病。咁同埋可以喺用喺嗰个晕船浪嗰方面嘅。咁仲有个经常用到咧，就系我哋暑热夏天嗰啲吐泻啦，同埋咧因为出牙导致嘅吐泻嘅，因为出牙伴有个吐泻，咁最主要咧系尤其是嗰啲身体嗰啲粪便咧系恶臭同埋有带血，咁啲血咧有阵时候咧就可能有啲嗰啲血块啦。尤其是在我们处理伤寒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这些这样的带血 的粪便，大量的流汗。杂粪油 Creosotum 也可以用在出牙 那些毛病，不单止可以处理痛的问题，还有包括呢因为出牙导致个人消瘦或者个整体性很敏感，咁同埋個便秘嚇，啲細蚊仔出牙咧，有陣時候咧就出現呢類嘅嗰、那個呢方面嘅問題嘅。咁或者你睇到咧，佢啲牙咧一出牙冇幾耐咧，就即刻咧就蛀牙嚇。咁呢個咧亦都一個好嘅療劑。好啦，仲有一方面咧，係因為蛀牙導致嘅牙痛咧，呢、這個亦都係好好嘅療劑嚟嘅。另外喺那個泌尿系統方面啦。咁通常咧，我哋会用喺一啲细蚊仔嘅尿床吓。咁、呢种嘅症状咧，尿床咧，通常咧嗰、那个细蚊仔咧系瞓到咧系昏昏欲睡，即系昏睡都好犀利嘅。咁、那个尿咧系大量咁出嚟咧，同埋有啲臭味吓。咁、通常咧嗰、那个细蚊仔咧系瞓到咧系即系赖尿都唔醒嘅。即系你叫佢都怕佢唔醒嘅，尿到成张床都湿晒。通常呢个赖尿咧系通常喺发生喺入睡冇几耐吓，我叫做 full sleep 啊。咁杂粪油咧，即系亦都可以处理一啲糖尿嘅问题，咁即系糖尿病呢方面嘅情况。好啦，头部方面咧，我哋可以用嚟咧系治疗嗰啲。慢性嘅長期嘅頭痛啦，通常咧係伴有一種好昏昏欲睡嗰種嘅症狀嚇，同埋咧嗰個前額咧有一種壓出嚟嗰種嘅痛楚嘅。好啦，另外咧係對於甩頭髮啦，同埋咧係大量嘅結節嘅好即係口結嘅頭皮咧，都可以用應喺呢一方面噶。好啦，喺性方面咧，呢、這个疗剂咧系对于女性嘅生殖器官咧系特别有用嘅疗剂嚟嘅。咁可以处理子宫颈啊，或者嗰个阴道嘅出现嗰啲溃烂啦，同埋嗰个磨损啦。主要嗰个特征咧就系佢有啲分泌出嚟嗰嘢系特别臭吓，同埋一种好乸嘅分泌物啦，酸酸臭臭。乸嘅白帶嚇，咁令到咧外即係外生殖器官嗰方面咧係好痕咧，同埋好乸嘅呢種咁樣嘅不適。咁我亦都用一種叫做惡露啦，係又臭嘅又臭嘅婦肉嘅腐臭嘅惡露嚇，女性嘅陰道嘅分泌。咁亦都可以處理嗰個子宮頸癌啊，可以咁通常嘅症狀咧。有痛啦，興啦，又燒熱嘅痛啦，同埋分泌咧係臭啦，同埋係有腐蝕性嘅，咁同埋咧係發生喺嗰個我哋叫做
阴唇沟啊，即系 crural labial fold 啊，即系个大腿同埋阴唇之间嗰、那个嗰、那个比那嗰度啦吓嘅嗰种嗰种诶嗰种那吓嗰种烧即系。嗰種酸酸辣辣導致個皮膚嗰方面，咁通常咧佢啲分泌咧就黃啦，啊令到床單都係即係染到黃曬咁樣嘅。咁仲有咧係用喺啲經期咧，可能太早啊，或者個量太大啦，或者時間太長嚇，咁好可能咧只係有少少時間停一停。咁當然啦，其中嘅關鍵嘅指引咧，就佢嗰啲分泌出嚟嘅系又酸辣又恶臭嘅。好啦，喺呼吸系统方面咧，我哋喺可以用喺慢性嘅支气管炎啦，或者支气管扩张啊，慢性嘅肺炎啊，或者肺结核啊咁样，亦都好多时候咧，冬天老人家嗰啲咳啊，咁嗰啲咳通常都系阵发性嘅，啊系湿嘅。啊，同埋咧，就嗰、那个感觉咧，就好似嗰、那个胸骨嗰度上边咧，系有啲嘢躝下躝下，啊，亦都痕吓，即系嗰个、那个胸骨后边吓，有种咁样嘅感觉啊，导致佢咳。咁同埋咧，胸膛咧种烧热嘅感觉嘅。好啦，喺眼部方面咧，我通常用喺啲慢性嘅发炎啦，咁眼蓋啦个边缘咧。就有肿，就有肿胀啦。咁亦到嗰个眼咧系黐埋一齐啊，个眼帘咧系黐埋交埋一齐嘅。咁仍可以用喺啲眼周围嘅嗰啲疹吓，有啲湿有渗透性嘅疹。咁伴有嗰、那个颈部咧嗰啲淋巴肿胀啊，即系呢种情况咧嘅应用嘅。咁我亦都系用喺一啲我哋嘅上皮瘤，喺面部啊、鼻哥啊、唇嘅出现嘅上皮瘤，癌症啦、胃嗰、那个胃癌啦、子宫癌啦，咁通有一种坏疽性嘅溃疡啊，咁通常咧都系一种好灼热嘅痛啊，同埋咧系分泌物咧系好酸辣嘅分泌物嘅。好啦，皮肤方面咧，我亦可以用喺一啲。嗰、那个风烂啦，咁嗰个痕痒咧系好极度嘅痕痒，咁通常咧喺黄昏就会差啲啦，咁亦都往往咧系喺经期嚟之后咧，就呢个皮肤呢个症状呢啲风烂会出现嘅。嗱、啊，咁以上咧头先所讲咧就系、是、呢个嘅杂粪油啊 ，creosotum 咧喺应用嘅范围啦。好啦，再同大家温一温下。即係佢嘅主要嘅指引嘅應用啦。第一就係嘔我哋叫做加感性嘅嘔啦。可能因為個胃嘅有癌症，有惡性嘅癌症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佢嘅分泌物啦排泄物分泌物咧，通常咧係惡臭同埋酸辣嘅分泌物。咁仲有個第三個症狀咧。就是我哋嗰个身体嗰啲伤口咧，系好容易咧系出血嘅，即系掂一掂都会出血嘅。啊，咁就好多时候我哋叫做维他命 C 嗰啲败血病啊 ，scurvy 就会出现呢个症状啦。咁亦都有时候咧喺我哋头先所讲嘅子宫颈个腐烂嗰时候咧，你检查你发现咧，你哈哈去检查掂一掂佢咧，佢就有啲血咧血点咧就会走出嚟嘅。好啦，咁仲有一个指引咧，就系成个身体咧就有一种。有一种搏动一种跳动嘅感觉，成身都有嘅，咁就好容易受个情绪刺激影响到噶啦。好啦，咁仲一个第五个指引咧，就系、是、经期啦。啊，经期咧你要瞓低嗰时候，佢先开始流嘅。啊，咁可以喐动嗰时候咧，佢经期可能会经流咧，可能会停一停咁样嘅。啊，咁最紧要就系嗰、那个好极度嘅刺激同埋嗰个腐蚀性嘅白带吓，咁第七咧就系嗰个出牙嘅问题啦，可能佢系消瘦啦，蛀牙啦吓，牙痛啊呢方面嘅症状。好啦，咁一般嘅呢啲病人嘅性情咧，系我哋叫做迟钝性嘅脾性啊，即系慢嘅反应慢嘅，咁或者是年纪大的女士或者
个细蚊仔咧个样咧好似好老嘅吓，个样好似好老嘅小朋友啦。好啦，通常咩令佢差呢？令呢种正型嘅人差呢？通常冻嘅天气啦，冻水啦，冻水浴啦，受寒啦，经期之后啦，因为白带之后啦，或者性行为吓。会令到个症状会差啦，站立咧，同埋行路咧，系对嗰啲白带会差嘅。咁平时即系唔喐啊，或者捉摸啊，呢个咧情况咧就会对嗰个子宫嘅流血啊。会有会差嘅，同埋嗰个咧系有嗰、那个漏尿呢个问题啦。好啦，咩令佢好呢？通常系一个户外个空气啦、压力啦、温暖啦、喐动啦、慢慢地喐动啦、坐低啦、对嗰、那个白带咧会有帮助啦、打刺啊呢方面咁就会舒缓嗰个症状。OK， 咁呢个咧系集训游嘅应用。同埋佢主要嘅特性。袁医生头先介绍咗嘅同类疗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系唔系就系你嘅灵丹妙药啊？需要嘅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喺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同埋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是25773798或者2882484，大家亦都可以在网上订购，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的。好啦，今次节目来到这里，下次再见，拜拜。